温度与物质膨胀的关系，温度变化与长度的变化关系。我们首先看温度的变化跟长度变化的关系。那我们现在由实验啊，做实验的结果，我们可以发现，你原来有一根很细的一个直杆，长度是 L0， 当你温度增加一个 delta T 的时候呢，那它的长度就增加了一个 delta L。 那我们从实验发现啊，这个增加的长度 delta L 跟 delta T 成正比，它跟它成正比，它呢也跟原来的长度成正比。就是说你温度增加的越高越大啊，温度改变的越大，它伸长的长度就越长。还有你原来的这个细杆的长度越长，那么它的温度改变的时候 delta L 也就越长啊，所以它跟这两个成正比。 delta L 应该正比于 L0 乘 delta T。 那么我们写成等号的话呢，这个地方就加一个比例常数，那这个比例常数啊就是等于这个值啊，从这里我们可以解出这个来。好，这个阿尔法就是比例常数，我们称它叫做线膨胀系数啊，线膨胀系数。这个线膨胀系数啊跟物质的性质有关，看你是什么料子做的啊，有的很容易就是膨胀的很厉害，有的随温度膨胀的这个关系就比较小。好，现在我们把这个式子啊 L0 是原来的长度，你增加了一个 delta T 的话呢，长度就增加一个 delta L。 于是啊增加 delta T 以后啊，你把这个啊带到这里来，可以变成这样子的，那就是 L 跟 L0 的关系啊是这样的关系啊， L 乘上括弧一加 alpha delta T， 这是长度啊，长度的关系。好，现在我们看物质温度与物质的膨胀啊，这就是刚刚那个哈，刚刚忘记用投影片。好，现在我们再看温度变化与体积变化的关系，刚刚是长度变化了，那么我们发现呢，体积的温度增加 delta T 的时候，体积也增加一个 delta V， 它就等于 beta 啊，就是 delta V 跟 delta T 成正比，也跟它原来的体积成正比，它的比例常数是 beta。 那 beta 呢，从这个式子你可以写成这样子的，好， beta 我们称它叫做体积膨胀系数。那么体积膨胀系数跟线膨胀系数有没有关系呢？那现在我们来看一种状态，就是说大多数的固体物质啊，它具有各方向均匀性，就是各方向啊，你在膨胀的时候啊，你 X 方向的膨胀系数跟 Y 方向跟 Z 方向的膨胀系数都一样啊。所以当温度改变的时候，改变了某一个定值，那么各方向的长度改变呢的百分比都相同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一个边长，分别是 L1 L2 L3 的一个六面体，我们假定都是垂直的好了哈，各边都是啊零，各零边都是垂直。那么这个时候六面体的体积啊应该就是什么 L1 乘 L2
乘 L 三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现在温度增加了 delta T 哦，它的体积增加 delta V， 所以它增加 delta T 以后的这个体积呢，就变成这么大哈。我们假定是这么大 ，T 加 delta T， 这个是哈 delta T 增加 delta T 的时候的 V。但是我们从这里不好算，我们就把它带到这个里头去。因为你膨胀以后啊，三边都膨胀，对不对？这边增加 delta L1， 这个增加 delta L2， 这个增加 delta L3， 然后我们把这三项都乘起来啊， L1 L2 L3 是这一项，然后呢你把 L1L2 乘上 delta L3 啊，然后就是两个 L 乘上一个 delta L 这样的哈，有三项。再来，当然我们还有的就是 L1 乘 delta L2 乘 delta L3 啊， L2 乘 delta L1 乘 delta L3， 但是因为这里有两个 delta L 这个项啊，delta L 都是很小了，比 L 小很多了。那两个 delta L 相乘，跟两个 L 相乘呢、啊？啊，跟这个 L 呢，一个 L， 那么这个量要比这个量要小得多啊，比这个量更小，所以我们就忽略不计。然后最后就是这三个 delta L 相乘，那更小了，我们还是忽略不计。所以这就是马马虎虎。啊，等于这个是近似于这个值。那么这一项呢，就是什么？就是 V， 就是温度为 T 的时候它的体积膨胀系数。啊，那其他的就这个还是在这里。好，现在我们把这个等式左右都被 L1、L2、L3， 就是被 V 来除。被 V 来除，那么我们就把这个调过来好了。VT 加 delta T 减 V 就是 dV 了啊，不是我们先这么讲，就是把这个先调过来，啊，这个就变成 delta V，V 减这个是 delta V， 啊 delta V， 然后被这个 delta T 来除。然后我们再取这个 limit， 就是这个取这个 limit delta t approaches zero， 它就变成 dv over dt。 那这个时候呢，这一项呢，因为大家都被 dt 来除啊，这个调过来啊，再被 delta t 除，这个也被 delta t 除啊，它就是 l2 l3 delta l3 被 delta t 来除，也 take limitDelta T approaches zero 就变成这个，啊，那这一项就变成这个，啊，这一项变成这个，这一项变成这个，对，好。现在我们再把这个式子被这个东西来除，啊，被 V 等于 L1、L2、L3 来除，左边就是用 V， 它就被 V 来除，右边这个呢？就被 L1 乘 L2 乘 L3 来除，你看这个除上这个就只剩下 L3， 对不对啊？好，这个就是什么，因为每一个这个都是 Alpha， 这个也是 Alpha， 这个也是 Alpha， 就每一边的膨胀系数都一样，三倍的 Alpha 加起来，那这个值呢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知道啊，啊，这个从这里可以知道啊，就是贝塔，所以贝塔等于什么？三倍的阿尔法啊，所以我们知道 delta v 啊 ，delta v 是等于啊这个贝塔 v 零 over delta t， 那这个贝塔等于三倍的阿尔法。那我们可以把 R 这个
贝塔写成三阿尔法，啊，所以同理啊，同这个道理，同样的计算方法，我们可以发现面积改变的时候啊，它的面膨胀，它面积改变的大小也是跟温度改变的大小成正比，跟原来面积成正比，然后比例常数它就是两倍的阿尔法，体积是三倍的阿尔法，面积呢是两倍的阿尔法。 OK， 好，以上我们讲的就是说物体啊是热胀冷缩，温度升高的时候就膨胀，温度降低的时候呢它就缩小。但是我们大自然里头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，也是我们常见的啊，我们都不觉得奇怪，你不去细的了解它不觉得奇怪，就是我们的水啊，水它在4°C 以上是热胀冷缩。你看它，我们现在这么看好了，我们的水啊，在4°C 的时候，在这边你看温度越高，它的体积呢就越大。好，在这一边温度越低啊，一直到0°啊，越低它的体积啊也是膨胀。那就是说它在4°C 的时候啊，它的体积啊是最小，体积最小就表示它的密度最高啊，密度最高，比4°C 的温度高的时候水的密度也比较小，比4°C 这个温度低的时候密度也比较小啊。这个跟我们的生活，跟这个大自然里头啊，水族的这个生活啊有密切的关系。比如说我们河水到冬天呢，温度一直降，可以降到零下好多好多度，零下-30°C、-20°C啊都有。那如果说水跟我们一般的物质一样始终是热胀冷缩，那水到0°C 就结冰了。那结冰的话，如果它的密度要比这个0°C 以上的来得大的话，那冰就沉到河底呀。那温度再低的话呢，那渐渐在这个冰就从河底慢慢慢慢接到河床上面和河水面上面，那所有的鱼类都被冰冻了。可是大自然很奇怪啊，它温度降低啊，到摄氏4°的时候啊，上面还是冷缩热胀啊，好，变成3°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3°的水比4°的水啊，密度要来得低，所以它就浮在这个4°C 的上面啊，2°也是比这个低啊，所以也是浮在上面，0°。也是浮在水面上面，所以说，然后你再温度低的话，那这个冰是从河面开始啊冻结啊，河面开始冻结。如果温度再低的话呢，我们知道这个冰层呢，它有一个隔热的关系啊，所以就保护冰层下面的水啊，不至于温度降得太低，那么鱼类就可以在啊这个水里面生活啊，这是大自然的一个奇观啊。好，以上是介绍冷缩热胀，我们讲到一个特例，就是水是一个特别的啊。好，现在我们讲一个叫做 thermal stress， 热应力。热应力是它是怎么回事呢？比如说我们一根弦两端用个机械把它固定了，
啊，固定了。然后这个温度降低的时候，这个旋呢要缩短，那这个旋被夹住了，它就不能缩短了，所以这个时候它就有一个张应力啊，因为这个两边夹住啊，就等于受一个力啊，要让它张开啊。如果是一个细棒，用两边这个墙把它堵起来，两个机械把它堵起来，你温度升高的话呢，这个细棒也不能够伸长啊，那等于有两个压力在那里啊，所以这个就有一个也有一个应力。 OK， 那这个应力啊，其实不是外面故意加多少力，而是因为它因为冷缩热胀而引起的这个应力，所以我们呢称它叫做热应力。那我们现在把前面长度随着温度改变的这个关系啊，有这个关系对不对？ delta L 原来是对 alpha L 零 delta T， 我们写成这样子的，然后把它带到杨氏的 Young's modulus 里头去，那就变成这样子，不是这个 delta L over L 零带到这个里头去，那么这一项就可以用 alpha delta T 来代表啊。好，那么我们把这个式子，我们先把它写成这样子的，然后把这个 delta L over L 零啊，把它写成这样子啊，那么我们就得 F over A 就是应力啊，应力啊，这 A 是它的接面积哦，这个细棒或者是这根弦的接面积，所以应力就等于 Young's modulus 乘上 alpha 乘上 delta T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冷缩热胀跟这个热应力的一些例题。比如说我现在要做一把钢尺的米尺，钢制的米尺，那我在上面画一个刻度对不对，画刻度，这刻度有公分，里面还有小刻度，就 centimeter里头还有刻度，一个 centimeter 里头有十个 scale 啊，那么这一个长度就是 millimeter， 一个毫米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刻这个毫米啊，刻这个毫米，每一个毫米的长度就是一个 millimeter 嘛啊，那么你在制作这个米尺的时候啊，你不是一瞬间做好啊，你从第一个刻到第二个第三个一直刻到最后一个，你要经过一段时间对不对？如果这段时间温度有变化的话呢，那因为冷缩跟热胀的关系，不断的冷缩热胀，所以你刻的这个长度啊会不一致啊，会不一致。如果这个时候它胀得很厉害，你刻下去跟那个时候的温度很低的话，这两个就不一样了对不对？那现在我们要问，如果这个做米尺的时候啊，它每一公分的距离误差必须在这个范围以内，在这个范围以内，就一公分啊，一个毫米，如果差这么大还可以接受，比这更大，这个米尺就不能用了啊。OK， 好，那现在问，温度变化的最大许可值是多少？你升高多少温度？比如当时的温度，比当时的温度高多少，低多少？如果在比这个，这个范围以外的话，你就不能自用来，这个温度的变化就不能用来啊，这个温度变化的环境就啊不能用来制作这把钢制的米尺。好，现在我们从表里面14章第一表 dash one 这个表，我们知道钢的线膨张系数是等于这个，
相邻两刻度的距离是一个毫米，对不对？那它的变化呢，最大值就是这个。好，那么我们由这个 delta L 等于 alpha L delta T， 所以 delta T 呢，如果我们这个用最大的变化长度，那么得出来就是最大的温度许可值。好，我们把这个带进去，发现呢4°C， 4.5°C， 就你高低都不等，不得高于当时的温度4.5°C， 也不得低于当时的温度4.5°C。 好，再来我们看，现在有一个时钟，我们用这个钟摆的时钟，那钟摆呢用黄铜制成的，在20°C 的时候呢准确的计时，就是哒滴哒一下哈，来回一下正好是一秒。现在问，这20°C 来回一次是一秒啊，0°C 的时候每小时要差几秒，快几秒还是慢几秒，要问这个。因为温度改变了，钟摆的长度就改变。你看20°C 的时候是准确的，0°C 的时候呢，那钟摆变短了，摆长变短，周期就变大，或摆长变短，周期就变小啊，应该是这个啊，在摆长变短，那这个就周期就变短，摆长变长，周期就变长了啊。这是一般的，我们把它当作单摆来看是这样，20°C 是这个样子。好，现在温度升高了 delta T， 那它的摆长就增加了 delta L， 那它这个周期呢，我们就假定它增加一个 delta T 啊。好，那么我们现在看，当 delta L 变成 L 加 delta L 的时候， tau 是等于 tau 加 delta tau，把这个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啊，这个带到这个式子里面，那就有这样的一个值啊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我们就看它周期的改变啊，就是 T 跟 delta T 之间周期的改变呢，就是在 delta T 时间里面啊，那不是温度，这温度哈 ，delta T 的温度改变里面，啊，周期后来的周期减掉起初的周期，这个叫做周期的改变呢，啊，好，把这个减掉这个，就变成 delta tau， 我们把负二派，啊，根号积分之一提出来，啊，里头就剩下这个量。那现在我们再把这个根号 L 也提出来，那一加上一减掉啊，那个 L 提出来了 ，delta L over 一，那这个就比一小啊，比一小很多啊，于是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式子用二项式定理把它展开，展开以后，我们发现呢，我们只取到第二项。那一减一等于零呢，它就剩下这个东西啊，剩下这个，然后这个一约就变成这样子，所以它的周期的改变呢，是改变跟长度的改变有这样的一个关系。好，那现在我们把 delta tau 跟 tau 来做一个比值，那当然这个就要跟这边做一个比啊，这两个一比的话呢，我们就发现它是等于1/2 L 分之 delta L， 那 L over delta L 就是 alpha delta T。 好，那么 delta T 呢就等于1/2 alpha
Delta T 身上套，我们把这个带进去，套是周期原来这个二十度数的时候的周期一秒，啊，再把这个带进去，它是变成负的这么多，啊，那就是说，啊，这一秒钟差这么多，那一小时呢？一小时就是3600秒啊，这么多，所以一小时啊，它要慢一个0.684秒，每一小时要差一个0.684秒 ，OK， 啊，好，现在我们再看一个这样的例题，在25度 C 的时候，钢做的杆，钢的阿尔法值等于这个，还有一个铜做的环，它的阿尔法值等于这个，线膨胀系数。好，那么钢环，铜环它的半径，它的直径，不是这个钢杆是一个圆柱杆，它的直径是这么大，铜环的直径呢是等于这么多厘米，你看本来不一样大啊，这个环直径比这个杆的直径呢小，套不进去哦，套不进去。好，现在我们就把温度升高，把这两样东西啊放在同一个环境里面，把温度升高，温度升高的话，钢杆它的直径就横截面也会变大，这个环呢它的直径，铜环的直径也会变大，如果它的直径，两个直径在某一个温度之下正好膨胀到相等的时候，那这就可以套进去啊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就要问这个温度是多少，我们现在可以假设 T 度的时候，温度在 T 度的时候本来是25度啊，我们把温度升高到 T 度 C 的时候，铜环恰恰可以套住钢杆，这个时候两个铜径，这个时候的直径都相同啊，所以 D 呢要等于这个，这个是什么，钢温度增加到温度升高到 T 的时候，就是温度差是等于这个乘上它的线膨胀系数加上一，就等于这个时候的啊 T 度时候的这个直径。铜环也是啊，温度升高到这个，于是它的直径就变成这样啊，在这个温度之下，这两个的直径要相等，那我们就把这个值带进去啊，这个 D 钢杆的这个直径啊带进去，这是它的线膨胀系数，要等于这个啊带进去，然后我们发现这个温度要多高呢，要427.8度 C 的时候正好可以套进去，这一定要在高温炉里头做啊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个例题，有一个一米长的直立的玻璃试管，20度 C 的时候呢它成了半满的某液体，所以只有它长度的一半啊。当这个系统加热到30度 C 的时候，溢柱高改变是多少？现在已知玻璃的线膨胀系数跟液体的体膨胀系数分别是这两个，这是玻璃的线膨胀系数，这个是液体的体积膨胀系数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就想啊，你温度升高的时候，玻璃试管它的接面积就变大，对不对？接面积变大，就表示你这个水银装在里头啊，这个液体装在里头，它的接面积也变大，它接面积始终等于这个，玻璃的
试管的截面积啊，啊，可是这个液体啊，它的液柱高啊，也变化了啊，也变化了。那么液柱高变化，截面积也变化。那么液柱高被截面积来除，就变成它的液柱高的高度变化，这长度的变化啊。好，现在我们假设20°C 的时候，玻璃管跟液柱的面积同样是 A， 液柱的体积这个时候是 VL， 那么这个时候就20°C 的时候，液柱的体积是 VL， 截面积是这个，所以这个液柱的高啊，就是零点，这里告诉我们是半满嘛，0.5公分，啊，20°C 的时候。好，温度升高到30°C， 这就是温度的改变。这个时候它的液柱高呢，就等于它体积的膨胀，体积膨胀到多大，然后它的截面积膨胀到多大，这两个一除就等于 H prime 啊，所以我们就把这两个除一除。两个除一除，那这个 V over L， V over L 原来就是等于 H 嘛，啊，等于 H， 原来的是 H 啊，然后剩下的括弧里头这个比值，然后你再把这个值都带进去，算出来是0.5001公尺，那跟原来的0.5公尺啊，差了多少？啊，差了0.001啊公尺。OK， 所以它的改变啊，就等于0.1个毫米啊，改变0.1个毫米 ，h prime 减的 h， 哎，啊，0.0001公尺，好，你乘上一个1000的话呢？那这个就是啊，我们说就是这两个相减啊，它应该就是这么多公尺，你可以化成厘米，可以化成公分嘛啊，因为那零太多了，对不对？好，现在我们再看一个这样的一个例题，像20°C 10英尺长的钢丝加热到520°C 的时候，伸长3/4英寸，求钢丝的线膨胀系数。啊，如果在520°C 的时候将两端紧绷，然后固定了，冷却到20°C， 线上的应力是多少？那我们知道原来的长度是10英尺。所以 delta L 等于 L 减 L0， 它伸长了这么多，伸长这么多啊，那这个就等于后来的长度减到起初的长度。那么 delta L 等于多少呢？在这里算，它3/4英寸啊，每英寸是每英尺是12英寸，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化成英尺，啊，是这么多英尺，就说20°C 升高了500°C， 就是到520°C 的时候，它的长度啊是增加这么多长。好，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啊，我们求它的线膨胀系数。因为这里没有告诉你线膨胀系数，这里只告诉你杨氏弹性系数哈。好，那么把这个算出来，哦不，把这个算出来 ，alpha 等于 delta L over L 零 delta T， 把这个带进去啊，这个单位什么都要。用英尺做单位，再用 C 度做单位，
就变成这个，线膨胀系数是等于这个。好，应力，应力是 F over A， 我们刚刚算过是等于这个东西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个 Young's modulus 也知道了，阿尔法算出来了， Delta T 算出来带进去，所以它的应力就是每平方公分有 1.25 乘10的10次方答应啊，这么大。好，底下我们介绍热量。啊，一个系统里头的热能呢，包括在它内能里面啊，因为这个热能的形式啊，你是分不出来的啊。你以前我们讲过，你只有在温度有差异的时候啊，你才会感觉到有热能在那个地方流动啊，流进或者流出。那么一个系统里头有热能，我们就把这个热能呢归并在这个物体的内能里面啊。好，内能呢就是系统里面所有能量的总称啊。好，热量我们用的单位叫做卡路里啊，卡，它的定义是什么呢？就是一克的水从 14.5 度 C 升得到15.5 度 C 的时候所需要的热量，就是在一克的水你要从这个温度升高到这个温度需要多少热量，这个叫做卡啊，这个热量叫做卡。因子单位呢，它是用 BTU 啊 ，British Thermal Unit 啊，就是定义一磅的水从63度华氏度升高到64度华氏度所需要的热量，这个叫做一个 BTU。还有一种在食品上面用的叫做千卡或者叫大卡啊。那么这三种的关系我们可以用这个式子表示，一个 BTU 等于252个卡路里，是等于0.252个千卡啊，千卡就是1000个卡路里了。那么我们最初啊，人们以为热量是一种物质，可以流来流，从这里流到那边去。后来焦耳呢，他就发现了，热量不是物质，其实是一种能量。热也是能量的一种，啊，能量的一种。那么，可是我们已经用卡来表示了，一克的水14.5 度 C 升高到15.5 度 C 是一卡路里。那么那你要把一克的水从 14.5 度 C 到 15.5 度 C 要升高的话，你也可以用做功来表示啊，对不对？因为如果它是热量的话，是一种能量的话，那么我们焦耳就做实验哈，做实验就发现了一个卡路里的热量等于4.186个焦耳的功，这个叫做热功当量，这个各位同学要记一记啊，这个常用，一卡路里等于4.186个焦耳。好，如果将一克的某物质，不是水啊，某物质升高一个温度基数 dT，一克的升高一个温度啊 ，dT 就是 dT 就很小很小的一个温度差，输入的热量是 dQ， 那我们就定义这个物质的比热是等于 dQ over dT， 就是你要这么多热量，每一度需要多少热量，可是你现在有 m 克的东西啊，那我们就
把这个 M 克除进去，就表示是每一克啊，每一克的某物质。OK， 我们做的时候不一定要用一克啊，我们可以用 M 克的东西啊，啊，你把这个被 M 来除呢，啊，那就是每一克的物质，每升高一度，每升高一个 dT 度。它需要一个 dQ 的热量，啊，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就是，一般就讲成每一克的物质每升高一度 C 所需要的热量，我们称为这个物质的比热啊 ，specific heat。好，那么我们反过来算啊，我假如温度从 T1 升到 T2， 我总共需要多少热量？那我就把这个乘过来。dT 乘过来积分呢，啊，那这个就是从 T2 从 T1 升高到 T2 的时候 M 克的物体所需要的热量，这个就是这个物质的比热。那有时候我们这个气体来说，我们通常都是用一个 mole 的量啊，一个 mole 的量来算啊，每一个 mole 的体积的某气体，它每升高一度 C 所需要的热量，我们称为这个叫做摩尔比热，啊，这个都要记一记哈，这个以后都会用到的啊。所以 N 摩尔的物质，从这个漏掉了哈，从 T1 升高到 T2 所需要的热量是这个。好，现在我们看一个例题啊，我们从火炉里面取出一块质量为75克的铜块，75克的铜块，投入300克的玻璃杯内，这个玻璃杯啊总共300克，里头盛有200克的水，系统到达热平衡状态的时候，就说这个时候啊。火炉里面的这个铜块温度会降低啊，然后水呢跟这个玻璃杯的温度就会升高啊。好，现在如果说水温从12度升到27度啊，就平衡了，就说这个物体也是27度，水也是27度，问这个火炉温度是多少？好，他告诉我们铜的比热是这个，玻璃杯的比热，这玻璃的比热是这个，水的比热是这个。那么我们现在用的是什么呢？就热平衡，就是说你玻这个物体75克的物体从火炉里面拿出来丢到水里面去，它最后是放出热量，放出的热量就被水跟玻璃杯所吸收，所以放出的热量就是铜块损失的热量等于烧杯跟水获得的热量，所以这个就是铜块某一块的物质啊，铜，这是铜了哈，铜啊，铜块它从 TC 降到这个平衡的温度，因为它温度降低，要等于玻璃杯，这个是 CC 就是铜块的比热， CG 是玻璃杯的比热， CW 是水的比热啊，那这个就是我们平衡的温度减掉就是27度啊，减到12度 ，OK， 好，我们把这个值都带进去 ，OK， 好，我们可以发现 TC 是540度啊，540度。